那么请问张导，您是怎么想到要拍演这样一出话剧的呢？首先因为这个，我家里有长辈是在文化系统从事文艺工作，写了不少的剧本，这个对我影响比较大。所以呢，我在初中和高中都写了些剧本，在班上排了一些话剧啊、小品啊什么的，拿来在人类会上去给大家欣赏。那么进入大学之后呢，我就也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在咱们人民学院的这个演讲会里面上一出话剧？然后我把这个想法跟咱们辅导员李辉老师说了之后呢，李老师就建议我说，干脆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更完美的作品。那您刚才说这部剧最开始是打算在元旦联欢会上演的，那么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学院也应该给了更多的投入，是不是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呢？这个肯定是的。最早呢，因为只是我最初的想法是做元旦联欢会的一个节目，所以呢，剧本写的比较简单。后来呢，既然有了更多的时间，我就在情节的推敲上面，包括这个历史史实的考据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看了很多跟咱们张伯苓老校长相关的史料啊、语录啊、书籍之类的。那么在这个对历史资料的考据过程中，我对老校长的这个了解是更进一步的深入。那么随着这种了解的深入呢，我拍这部话剧的目的和这个动力也发生了改变。原来只是作为一个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更多的是给我一种想要表达咱们老校长的崇高精神的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这个压力自然更重一些。那么从最初的文化娱乐活动到现在很沉的担子，这种变化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压力，吃不消，或者说心里有点后悔？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要说后悔呢，那是谈不上的。因为这种压力它的来源，我刚才说过了，就是我想要把咱们张伯苓老校长他一生中所做的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他这种伟大表现出来。这个是支撑我把这部话剧进行的一种动力。所以给我的是只有压力和责任感，而没有后悔一说。那您刚才曾经说史料里看到了很多让人震撼的细节，那么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这个在抗日战争期间，张伯苓老校长的四儿子张其锋是为了抗日牺牲了。那么老校长在接到这个噩耗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说痛哭或者怎么样，他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呢应该是，我当年没有在北洋水师为国捐躯，我感觉很遗憾。现在我的儿子，为国家而牺牲，我还有什么遗憾和伤心的呢？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他是全身心的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国家。再有就是，这个咱们南开大学最初作为一个私立学校，应该说是，它是私立的，但是它是为公而办的。老校长没有借他来这个挣取一分钱，包括那个时候南开教师的工资是每个月300大洋，老校长自己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00块。这些细节就是，可以说让我对老校长的这种敬佩是油然而生。那么请问您是怎样去塑造老校长这一伟大形象的？这其中是不是经历了很辛苦的过程？辛苦肯定是有的。但是为了咱们的这个目标，为了把老丈人这种精神、这种情怀表现出来，我觉得辛苦也是值得的。至于具体的过程的话呢，首先是对剧本的反复推敲和修改。按照那个 Office Word 它自带那个统计工具啊，我编辑这部剧本总共是花了2400多分钟，合起来就是40多个小时。然后呢，第二部是在寒假期间找我家乡九江市话剧团的艺术家，为这个话剧做了一定的这个修改和注意事项的提醒。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特别顾问何陆贞老师。然后呢，就是在话剧的排练过程中，对自己包括对其他演员都要提出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艺术效果。经过这部剧的创作和排练，您对老校长肯定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如果让您给老校长下一个评语或者说论断的话，请问您应该怎样评价他？如果要对张伯苓老校长下一个论断的话，我想说，我打算用博士这两个字来概括，因为张伯苓的这一生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献给了国家。他做那么多事情，他是为了钱吗？很显然不是，因为南开是私立，当时是私立学校，应该说是靠学费收入是挺多的。但是这些钱，张伯苓有把它揣进口袋吗？没有，他把南开收取的学费都用于进一步教学的进一步建设，以及资助贫困学生。所以说，他不是为了钱来做这些事情，他是为了权吗？也不是，因为虽然张伯苓老校长在早年曾经担任过什么会长啊、理事啊、主席类的职务，但这些是因为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教育界给予他的一种认可，这个不算权利。他一生中唯一所有实权担任过的有实权的职位，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考试院院长，不过那个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这个笼络大陆教育界的人心，青面请他去，他碍于老人的情面不好地去，并且只做了几天就辞官回乡了，所以说他也不是为了权力来做这些事情，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所以我觉得博士这个称呼老校长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好，谢谢您参加这次采访。